大家好，我们接着上一个视频讲单拍子类型里的三拍子。歌曲通常使用最多的三拍子是四三拍、八三拍，其次是二三拍。那么这个四三拍就是指四分音符为一拍，每小节三拍。八三拍呢是八分音符为一拍，每小节三拍。二三拍呢，二分音符为一拍，每小节三拍。那么你看，四分音符、八分音符、二分音符，这三个音符它的时值不一样，那么就节奏快慢就不一样了，就是音符的长度不一样，哎，节奏快慢就不一样了。你看我在上面视频说过，二分音符这么长是吧，那么四分音符就是它的一半，二分音符的一半，那么八分音符呢又是四分音符的一半，所以二分音符的节奏会很慢，四分音符的节奏会比二分音符快一些，听起来就是不快不慢，很好唱，所以在歌曲里面出现的也很多。那么八分音符呢又比四分音符又更快一些，就很轻快那种，所以比较快很轻快，比较轻快的歌曲就用八分音符。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个歌曲学绒花来学习打拍子，它是四三拍的，我们把四三拍尽量把它打好啊，打好，那么就你就不管是打八三拍啊，不管你是打这个二三拍啊，只是它的速度快慢而已了啊，节奏快慢而已了。好，你看四三拍学绒花，我们现在开始一起来学习这首歌曲，一边学习唱这首歌曲，一边打着拍子来唱，好不好？雪绒花这首歌曲是四三拍，那么我说过了，不管是四三拍、八三拍、二三拍，所有三拍子的这个打节拍的手法和手势是一样的，都是画三角形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画三角形。但是呢，这个节拍它的这个你一定要强弱弱这样的一个情感处理来打节拍，唱歌的时候也是这样来处理啊，强弱弱，哎，第一个字要强，后面的要弱弱。那么你看，比如雪绒花，雪绒花，雪绒花，哎，第一个字要强一点，那么这样唱出来是不是感觉好像在跳舞，蹦擦擦，蹦擦擦，是那种让人翩翩起舞的感觉。三拍子它是有动荡，这种就是很轻快的这种起舞的感觉。好，那二拍子呢是强弱，强弱，大大大大，哎，二拍子是这样打拍子的啊。那么它是很稳的，沉稳的，它不是动荡的，它是大大大大，是这样稳的啊，就不是这个三拍子的这种动荡的，摇摆的。好，那两种这种三拍和二拍这种风格你现在知道了吧，啊，它是这样的啊，强弱二拍子，三拍子是强弱弱。好，我们开始来唱雪绒花打拍子。好，四三拍这个速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雪绒花，雪绒花，每天清晨欢迎我，小儿白，春又美，中横高下。
就要这样唱，那么它是比较慢的，又是就是不快不慢这种当中。那如果我这首歌用二分之三拍打的话怎么办呢？哎，那就很慢的啊。你看一下啊，是怎么个一个速度啊？二分音符为一拍啊，每小节三拍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雪如花，雪如花，慢了好多。那么这样唱的话呢，对有些歌曲就不一定适合了。他还是要按照歌曲来量身定做啊，不然的话会很笨重啊，很笨重，太慢了也是，就是对这首歌的话呢就显得笨重了。来，现在八三拍，那么八分音符的食指只有四分音符的食指的一半啊，四分音符这么长，八分音符才有它的一半这么短，所以呢八三拍唱起来就快了啊，快一倍了啊！来，蹦擦擦，蹦擦擦，蹦擦擦，一二三，雪如花，雪如花，每天清晨黄莺我，小儿白春又美，纵横高兴遇见我。你看快吗？节奏不一样，唱出来你有没有发现八三拍就快，显得很高兴很活泼，是这种感觉。那么它这里呢是四三拍，那就四三拍刚好适合对这个雪绒花的这样一个感情色彩，所以它才会用四三拍。那么单拍子类型它是拍子的基础来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单拍子的二拍子三拍子这个节拍呀一定要学好啊，要打好这个基础，这样才能把后面的这个复拍子混合拍子哦，还有一个哦，说少了一个变换拍子，这些类型才能够更加的打得好才会更加清楚这些节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说一下复拍子。复拍子呢，哈，有同类单拍子组合成的拍子叫复拍子。比如说四四拍、八六拍、八九拍、八十二拍等。那么四四拍的话，它是由两个二拍组成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他的那个情感处理是强弱次强弱。那如果四四拍打节拍的话呢，一般来讲是这样打的啊，我慢慢的画让你们看清楚。一，你看往右边一，再往左边拉回来，二，弹力有弹性的弹起来，一二三，往下抱一下，四，好，我慢慢的来画，来用手指画啊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手那个手势啊，动作不要太大，会很累的，不要太大，就这么小小的，一二三四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如果说八六拍怎么打呢？两个三拍子组合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那么节拍的这个情感处理是强弱弱次强弱弱。好，四四拍我们用《英雄赞歌》这首歌曲来打一下，一二三四，风也滚滚
琴声侧耳听，侧耳听。要这样子打拍子。好，我们现在说一下八六拍。八六拍就是八分音符为一拍，每小节六拍，那么就是三拍子再加一个三拍子，就是八六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我们用望月来唱一下。望着月亮的时候，常常想起你，望着你的时候，就想起月亮。那么八六拍的节奏就会稍微快一些。好，我们讲一下八九拍。八九拍就是三个三拍子结合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八分音符为一拍，每小节有九拍。它的感情处理是强弱弱，次强弱弱，再次强弱弱。哎，情感处理是这样的。今夜无眠那个最后那一段就是八九拍。今夜无眠，到后面一次比一次弱，没声音了。今夜无眠，好，那么副拍子就讲到这里。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